希望，耶稣现代人的希望，他给人爱的生命，指引永恒方向。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喜恩，欢迎收看今天的音乐盒。现在的生活啊，是多彩多姿，有很多千变万化的生活讯息。反而当我们去抓的时候，不知道要抓什么样的重点，心里面啊，反而有点点的空虚。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，他可以满足我们心里面一切我们的期待。在节目一开始，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，就叫做《期待》，一起来听吧。总有一份期待，生命找到真爱，总有一些希望，心情不再悲哀，总有一种渴望，重新得到力量，总有一个未来，能够超越现在。因为有真爱，我们可以期待，因为有希望，我们不用悲哀，因为有承诺，我们会有力量，因为有上帝，我们会有未来，不再是孤独与你作伴，不再把眼泪挂在脸上，总渴望重新得到力量，总有一个未来能够超越现在，不再是孤独与你作伴，不再把眼泪挂在脸上，可以期待，因为有希望，我们不用悲哀，因为有承诺，我们会有力量，因为有上帝，我们会有未心里有着期待，有着希望的时候，我们反而有更多的热情去拥抱新的事物。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，是我近期呢非常非常爱的一首诗歌，就叫做《他好爱我》。这首歌的作者呢叫做 John。这首歌，其实他的创作的背景是有一点点小悲伤。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做 Steven。那 Steven 呢，他是一位青年的领袖。有一天当他们一起参加晨祷的时候， Steven 他就上神祷告，他就说，耶稣啊，
如果我失去我的生命，可是可以换来更大的复兴，主耶稣，我愿意。大家听到这祷告的时候都非常被激励，而且被感动。结果没想到他做完这祷告之后的隔一天，他晚上就发生了车祸。他的好友 John 非常非常难过，也非常非常的震惊，于是他就写了这首歌叫《他好爱我》。在这段的歌词当中呢，其实副歌里面他没有讲到太多太多其他的，单单就讲到神好爱我。或许就是因为 Steven 的这样祷告，也因着这样的诗歌，所以影响了很多很多年轻人的生命。当时我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，有一句的歌词非常让我非常感动。它里面说到，我要放弃，我不要再去看过去的那些悔恨，当我想到你爱我。因为常常我们会回头看我们曾经受过的伤害，或者是我们回头看我们曾经失去了什么，而忘记了其实神他把那个爱放在我们当中。或许有时候当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，看见神对我们的爱，发现过去曾经发生的那些事情原来都已经被医治了，甚至神会放更棒更棒的祝福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来取代过去的遗憾。接下来我就要来替大家献唱这首歌，叫《他好爱我》，希望电视机前面的朋友能够感受到耶稣的爱，一起来听。
当降临，犹如深情吻着你，我心在我里面强烈回应。我不要再陷入过去悔恨，当我想到你爱我，知道有一位神这么爱你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位很特别的呢？圣经上面常常有经文上面记得说，如鹰返老还童，或者是如鹰展翅上腾。我觉得老鹰啊，真的是很神奇很神奇的一个动物。怎么说呢？平常啊，它差不多的年纪可以活到70多岁，可是在它40几岁的时候啊，它的羽毛啊、爪子啊，甚至它的嘴巴都已经慢慢老化，不能够动了。可是呢，它会有5个月的时间是一个蜕变期，它的羽毛、它的嘴巴、它的爪子，在5个月当中都会慢慢的更新。蜕变过程完毕之后呢，又好像是变成一个年轻的老鹰一样，然后它的生命又可以再多活了30多年。就好像是我们的人生一样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年纪大了，觉得哎呀，身体的体力已经跟以前不能比了，可是我们的心啊，却是可以不一样的哦，是可以重新得力的。神的爱、神的信心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可以不在乎我们的体力，而是让我们的心可以像如鹰一样展翅上腾。接下来这首歌啊，就叫做《展翅如鹰》。我要祝福电视机前面所有的朋友，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，都能够重新展翅上腾。一起来听这首歌。
次等候，求你充满我，我再次渴慕，渴慕你。如是我去能够成为新造的人，再一次重新飞翔，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！这让我想到一个很宝贵、很贵重的东西，就是黄金。黄金啊，也需要从烈火当中，能够让它从杂质当中分别出来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会透过环境来磨练我们，我们会遇到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，可是我相信，都是让我们的品格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坚强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去害怕去面对这些挫折或者是挑战，
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都有最大的祝福。在节目当中在最后我们要欣赏这首歌叫做 Consuming Fire， 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有坚强的信心来面对每天的生活。音乐盒下一次见喽，拜拜。Time.
亲爱的主，感谢你赐给我健康的身体和快乐的心情。现在，我要为不幸罹患精神病的人代求，求你垂听。主，这些病人也许因着先天的遗传或后天环境的压力和心灵创伤，以致精神上承受不了而发病。他们看来有点畏缩自闭，有的人更一直怀疑别人要害他，有的甚至有攻击性行为。主，他们多么可怜，不只需要药物治疗、医护人员的照顾，更需要亲人朋友们赋予恒久的爱心与支持。这些都需要极大的勇气与牺牲。主，求你怜悯他们，让他们在病房里就享受到人间的爱，好叫那份来自亲友们的关爱能滋润和治疗他们受创的心灵。主，深愿他们从你得到罪的赦免与身心的复原，并且经历到心灵的喜乐与平安。亲爱的主，我也求你眷顾每一位精神病患的家属，垂听他们迫切的祷告。他们除了要付出爱心和耐心之外，还要负担庞大的医疗费用。求主扶持安慰这些家属，并且厚赐他们力量与盼望。你是全能的神，求你医治这些病患，使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了解你隐藏在苦难背后的美意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